然后妈妈说是 everyday。我这个东西我不知道 who write who not write， 别告诉我不在。你跟大家伙说说吧，好多人都问的，白俄罗斯整啥样了，装修啥样了？人跑了。谁跑了？那个 worker， 就是不是 worker， 是 boss， boss 跑了。为啥？没有说的时候就是 like this， 我 cannot walk， 我带我的东西搬走了，钥匙 give for neighbor。你妈多对他们做啥了？我不知道，她 always call me 事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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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说你的事儿啊，我不管，你要管啥干啥。现在让你跑了。钱呢？不知道。那没冲他们要吗？他不干活了，你不把钱要回来？我说你去，就是跟那个人说，你看你做什么，然后那个节你没有做完，你 give back。If 不要 ，if 你没有钱 ，give back， 你去 finish work，finish 那个东西 make。If don't do， 我去 police。然后我那个位他 replace 啥呢？我们走的时候啥都整好了，啥都跟那个人说好。是啊。等你妈一接手，怎么就整的？他刚才是要那个神经病。啥意思？得去啊。你得去，但是现在没有时间去。闹心，我的闹心。如果他申请病了，我 really send to hospital。如果 take care and go to China， grandfather 都不看，我不知道他们干啥了。grandfather 现在 everyday 拉稀。找时间去一趟吧，你再忙也得去。哎妈，如果我去，我真的就收拾他们。Rubbish， 为什么我有说 Rubbish 妈妈？啥也不会。但事儿多，事儿比你妈多。世界上就剩你妈和我妈了，你选择跟谁在一起住？必须得和你妈。我和你妈来个炮竹，来个，哎呀，秦老师 ，it's free。对我妈最大的肯定啊，这是。不是你妈和我妈是一个 angel， 一个 shadow。